这个财阀富二代得了一种怪病，只要看到对面女人的脸就会当场窜戏，身体根本不受控制。瑞妍一个挑衅的动作瞬间让他窜戏更加强烈了。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，康宇只好拿出进口的强效止泻药，由于他过于紧张，结果唯一的一片药丸飞进了花盆里，这让他面如死灰。原来花盆里的石头竟和药片的颜色一样，无奈之下他只好抱着花盆哭丧着脸离开了，留下众人一脸的疑惑。回到办公室，他终于找到了药片，然后一口吞下。这一幕正好被校长和主任看到，他们实在搞不懂新来的理事长怎么爱吃石头。这天学校组织聚餐，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。只见康宇拿起剪刀，一脸帅气的剪掉五花肉上的肥肉。他认为这些肥肉对人体有危害，这都是些猪油。瑞妍却认为他是故意来捣乱的。原来瑞妍最喜欢吃的就是肥肉，但眼前烤的肉熟得太慢，一抬头就看到康宇来到他的跟前，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康宇的剪刀手。看着眼前的瘦肉，这让瑞妍没有一点食欲。还好一旁的明赫给他一块烤好的肥肉。就在瑞妍品尝着美食的味道时，患有洁癖的康宇认为这里环境不好，当场提出换个地方，并且由他来买单。本以为来到高档餐厅可以大吃一顿，没想到康宇点的都是清一色绿色蔬菜，在场的人瞬间傻眼了。康宇这样做就是不让瑞妍吃到肉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刚来到餐厅的瑞妍突然撞到一个男人，他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他的前男友。看到对方醉意醺醺的样子，于是他便追了上去，极力阻止不让他醉酒驾车。前男友认出了瑞妍，并向他哭诉自己求婚被拒，由于自己整容了。对方却说喜欢自然美男，这张两千万的脸算是白花了。两人拉扯的一幕正好被康宇看到，康宇上前一把掐住对方的脖子，直接将他丢进了车里，并质问瑞妍怎么敢单独和一个酒鬼纠缠。瑞妍并没有多说什么，拿起手机联系了代驾，还说出了男人家的具体位置。康宇这才知道男人是瑞妍的前任。看到男人帅气的脸庞，又回想起瑞妍和帅哥们的亲密举动，这让康宇更加的气愤。所以在吃饭时，瑞妍想要加餐的机会都没有。爱拍马屁的校长提议让康宇给大家整两句。这时康宇看到堂弟给瑞妍插了一块牛肉，两人暗送秋波的眼神，康宇再也忍受不了了，急忙叫住了瑞妍，并让他谈谈教育学生的感想。瑞妍深知他就是在故意刁难，于是两人当场便开始了针锋相对。眼看局势一发不可收拾，机灵的美金急忙跑过去给康宇倒酒，故意将酒洒在他的身上。随后瑞妍就被美金拉到一边，说他的命运掌握在理事长的手里，并提醒他田径队的方案要通过就得去讨好康宇。无奈之下，瑞妍只好向康宇道歉，谁知康宇根本就不领情，反正道歉也说了，不接受瑞妍也没有办法。就在他转身离开时，谁知康宇的手突然一阵疼痛，竟然无意间摆出了国际手势，瑞妍误认为是在向自己挑衅。当康宇意识到不对时，瑞妍早已冲了上去，